去，我们一直是就是资助一个2004年的一个小伙子，拿你口罩呀，他呢是一个就是不能自理，常年卧床的，我们之前有拍过，我们今天又要去家访了，走吧，我们3个月去一次。还有咱们那一组的其他人呢，走吧，我们陈也是其中的一员一份子，咱一会儿穿上那个衣服啊，快点啊，正墨迹，你老了吗？刚刚视频还玩水呢，还可开心了。呀，这边给老奶奶再见，嗨嗨嗨，我们来了，走去买点东西了。扭过来，扭正，我们是缝缝红十字会，走，咱买点东西再。买点什么呢？春雨，你过来。三姐帮你验这个口罩啥门？能过来，能过来二口子，找一个月圆，在哪儿住的？四月，到嘞。非常出来的。哥哥19了。认我不认识？丫头的是吧？还认不认识我？认识我也声音是。几月份的？三四五六，这四五六，3个月不下来，这疫情了啊！过一下你看看啊。走吧，你把这个衣服打算穿回家？扭过来呀、啊！你看那个哥哥一直在床上躺着，上次来也是，这次也是，他已经躺了19年了，19岁了，是不是挺可怜的？不能像你这样出来玩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。那你下次还来不来？到的是。3个月来一次。拜拜。拜拜喽。大家都是养鸡。